今天是2018年11月17号，星期六，最高气温21度，最低13度，是夏天的，短衣短裤都没问题。我刚才经过这个公园，我发现这个公园，这是一个运动场，怎么给挖成这个样子了？你看，从这边开始。这边草坪全部都已经把它破坏掉了，看来是搞什么建设。我觉得平时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场，为什么会把它挖成这个样子呢？挖了以后将来会搞成什么样子不知道，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吧。你看现在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工程机械停在这里，没有人干活，因为今天是周末嘛。整个运动场草全部都黄色，可能喷了药水了，挖得乱七八糟的。我看这个情况能持续多长时间。整个运动场吧，给它挖起来，全部围起来了，四周都围起来，好几百米长的这个运动场都给它围起来了。